传奇版、杨艳版、纪念礼盒，一盒三周年，两盒三周年，一盒经典版，两包星辰版，一盒杨艳版，一盒奇迹版，一盒黑钻版，出奇的奥特曼。好，今天咱们就拆一个价值2000块的绝版奥特曼卡片。什么？绝版的？还价值2000块啊？有这个新的奥特曼卡片吗？是啊是啊，当然有了，那是绝版的奥特曼卡片。绝版的？那你给线索吧。对，奥特曼给线索吧。好，先给你们第一个线索，这是一张双胞胎奥特曼兄弟的卡片。双胞胎？奥特曼中有双胞胎吗？是呀、啊，我也纳闷啊，没有听过有双胞胎的奥特曼呀。哎，我的双胞胎是个障眼法，他的意思两个奥特曼长得很像。长得很像？嗯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嗯，哎，不拆这个，拆这个。两张叉耳卡，拆这包。SR 卡乌布奥特曼、机械艾斯、加恩 Q、泽塔奥特曼、SHR 卡迪迦奥特曼、黑暗迪迦，迪迦，没错，既然是两个长得很像的奥特曼，你们看，迪迦奥特曼和黑暗迪迦是不是长得很像啊？像，那就是他们了。原来如此呀！回答错误，错了，没错。我说的很清楚，那是一对双胞胎奥特曼。双胞胎不是长得很像的意思吗？不是，那是两个奥特曼哟。两个奥特曼，而且他们还是双胞胎，这也太难猜了吧？还有什么线索吗？线索二，这两个奥特曼头上都有角。角？还是双胞胎？头上有角，还是双胞胎，而且还长得像。怎么？你有线索了？我貌似想到了一个。这两张叉耳卡不是，看看这一包，混沌马萨尔加斯、马金特星人、卷领泰莱斯通、雷德王，U R 卡特利加奥特曼和黑暗特利加，这两个应该是了吧？长得也像，名字也像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特利加和黑暗特利加呀？我也没想到，哎，肯定就是他们两个啦。那当然了，我想的肯定不会错，去吧。回答错误。虽然头上有角，但是他们不是双胞胎呀。双胞胎不就是长得很像吗？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啊。不是像，是双胞胎奥特曼。啊，奥特曼里面怎么会有双胞胎呢？当然有啦，再给你一个提示，这两个奥特曼他们的名字，一个是两个字，一个是四个字。两个字？四个字？双胞胎奥特曼。GP 卡黑暗战士杰德，黑钻卡欧布奥特曼，黑钻卡罗索奥特曼，3D 卡赛罗奥特曼，阿斯特拉签名卡，黑钻卡雷欧奥特曼，他们两个是双胞胎。阿斯特拉？雷欧奥特曼是双胞胎？没错，就他们两个，去吧。回答错误。什么？又错了？怎么可能呀？没错，又错了。我说的那个可是一张卡片哟。什么？一张？也就是说，那对双胞胎兄弟在一张卡片上，那是什么卡呀？什么卡？好，线索四，那是一张 SP 卡的双人卡。双人卡？还 SP 卡？难怪说是价值2000块的绝版卡呀。是呀， SP 卡可是极其稀有呢。你没有猜出 SP 卡吗？这我去哪猜呀？就是 SP 卡还是两个奥特曼还是双胞胎，这也太难找了吧。难找？